哎，对方没有，但是怎么一坐下就想讲话，没有唱歌的意思。好，大哥，那我们就先来采两首歌。第一首是《冷风过境》，第二首是《传说》。是的。哦，停下，停下。冷风过境，吹乱心情，露出了伤心。我有多么想，多么痛，你不会伤心。冷风过境，吹动记忆，心无法治愈。等待有多苦，有多难，梦何时会醒？这一次现在的进度等于是刚开始了啊，但是之前有排过了，只是说那个印象又要再重新要再抓回来一次。其实2056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是很期待的一场演唱会，因为毕竟是205620周年，但我们非常开心会在第22周年的时候办这个演唱会。哦啊，你要延到这个时候？没有，我们再延期一下下，真的是今年就延到就要变22周年了。对对啊，所以其实20周年演唱会上，我们希望就是可以给大家很多就是大家之前熟悉的56的歌曲，然后用一些不同的编曲方式，然后不同的表演，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演唱会。所以现在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之前我们都稍微有点休息了。但接下来我想我们会紧锣密鼓的去做排练。对，然后就刚刚仁朋友讲到很多歌我们重新编曲，其实就包括刚刚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在讲说，哇，有几首歌重新编完之后我们自己都很喜欢。对，然后呢这一次其实当大家知道我们要在办2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敲碗，希望可以听到一些以前比较少听过的歌曲。我觉得这一次呢，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满足大家的要求跟大家的希望。对，是对，因为是20周年嘛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给所有粉丝们满满的5566。我觉得不只是粉丝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所以我们把很多过去包括前几年在演唱会上没唱到的歌都挖出来了。然后重新做了一下调整，然后希望可以在演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刚刚就是唱的那冷风过境，就是刚刚说的。哎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冷风过境，大家一定觉得是新歌吧？哈哈，没有，那其实它是一首旧歌，那我们小刚老师写的。那我们要检讨一下。没有，这是那是我们的第二章的歌，因为第二章的话已经是。对啊，差不多。第一章是02，差不多快04，也18年有嘞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MV 都打到第7波、第8波，对不对？从第一首开始，然后打得到最后，所以其实大家对比较有印象都会是前几波。对，而其实我们那时候可以拍第7波跟第8波的时候，对我们那时候56来说，我们都很兴奋。对啊，因为很少歌手，大概就只有杰伦等级那种会拍到第7波、第8波，整张专辑都快打完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有打的我们都不唱，就是那两首没打的我们会唱。我们就把所有专辑没打的那两首全都放进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让大家就听到就觉得，哎，出新专辑了耶，好厉害哦。